现在妈妈一个人在房间看起来看起来也很累，然后我们去吃饭了。然后这个是昨天来的，刚才去跟人家说秀了一下，嗯，手放在后面是什么鬼？水果来了，谢谢。Morning， 加的蜜瓜要留给爸爸吃，爸爸很喜欢吃呢。现在总想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边，然后他去在那边收拾了，然后我一个人好尴尬，坐在这边。今天吃麦片就是 Stephanie 的，是我点心。他现在带宝贝下来，所以我们等他了才吃。带宝贝下来了，因为我有蜜瓜给他吃。哎，岛上数笔记不是很好。本尼在跟别人交流。这个咖啡机，昨天我有按了这个 coffee， 哦，出蛮多，而且蛮适合我喝的那个口感。然后呢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它那一个盒子呢，它到底掉下面去哪里？结果我们现在发现到它的习惯，就是这里拉出来，就一个罢了。哦，它凸一个洞，这样的话其实也不能泡太多，是不是？有重量的，应该是里面的咖啡。哦，所以它是前面一个洞，后面一个洞，然后就这样流，然后就萃取。我就一直冲它，冲它，冲出来。然后我这里看到一个五块钱了，我们用了三个还是四个？你要多拿才会要算是吗？不多，因为已经问过它是 free 的了。哦，我 confirm 了。我们用四个嘛，那就二十块了。因为我看到这里它的咖啡底线是1038，然后它的盒子放咖啡 cup 的啊是100块。后面这样好，没有拍到照片啊，后面这么白，它拍照真的是随便随便随便。什么照片来的？阿伯，你看啊！原来他这个纸他写很多。我现在为什么我在最后一天才认真看哦？就是他讲，你要狗的玩具、食物啊，或者是喝水的碗啊，他们有可以跟他们拿。然后现在就是要给宝贝吃这个，你看他把那钢笔垫好，现在一下子好好吃饭，一下子不好吃饭。是肉用吗？在这边开给你看，那感觉是这边的感觉，它的肌肉很小嫩，你吃快一点。OK， 喜欢你到这里，如果把果林吃掉，要做什么？你现在什么都忘记怎么办？嗯，头，哎呀，哦，我们吃饭了，现在。各位，我又看到一个妈妈早安图，你好，今天的你也很棒哦。这里没有认真拍过啊。哈哈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要介绍完景座，现在就来啊，可以重新介绍多一次。OK， 这里是没有啦。站你的视角看一下。嗯，然后那个冷气直接吹，这边是超冷，真的是环境很舒服。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也是来看一下 ice cream， 好像有酒精跟没有酒精的。这一个是 free 的，可以随便拿。那个人讲，我就不应该让你拿，因为我刚才拿到反，然后他现在整个粉是上来的，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子摇。有啊有啊，然后喝到一点粉就喝饱啊。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，高的人是看不到的，下面有游戏哦，还有黑白棋啊，一局的东西。哇，你可以完全是住在这边不用出去那种，是不是？你这动作很难看的。什么？我不要听。要不你讲嘞？等着上厕所。这个是爸爸的食物。嗯，香香。嗯，就是那个牛肉的味道。五十根就这样。我觉得爸爸过了三人，应该要叫100，是不是？多少钱一个？11块。11块。好像是。
我本来想要叫两个不一样的口味给他，但是我想要叫一个鱼跟牛，但是那个鱼已经是没有了，就剩下海鲜。海鲜我看到有那个水果那个胚啊，所以我怕他会不要，所以我就没有叫那个。给你们静静看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就放在这个竹的船。这应该是用一次就丢了。最后我们选了这两个口味，这个是 Earl Grey 没有酒精的，这个是有酒精的。看啦、啊，嗨，好闻到了，好闻到了，什么来的？给你的，你扒下来，你要吃不是？香香有没有香香？有香香，有香香。工作人员讲哦，有些狗哦，它主人买啊，它完全不要动哦。谢当，谢当。他现在想要吃肉啊，饼干不要吃啊，会不会回去啊？饼干不要吃啊。因为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们就不经常给他罐头，甚至不给。怕他不吃啊，他就一直要吃肉，你看。我在那个 camera 里面看到也是很好笑。哎，厚一点。宝贝，本来妈咪要叫两个给你。两个。可是没有鱼了，没有小焖了。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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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盐手要放。No。No。No。鼻子在动，他好像很生气这样。他不能动，我也不能动。好了。OK， go。哎，把他抓一下。No， 没有帮你。我看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一口这样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人家讲哦 ，husky 通常有些人是直接叫500g 的。如果11块100g， 500g 就是50多块。哇，这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哦。宝贝，人生第一次旅行，不要不舍得喽。不要不舍得喽。直接叫1000g 哦。不要来1000g。没有啦。不要吃。OK， 现在到我们吃了。Yes。来吃吧，吃吧，吃。不要吃酒精。让我吃酒精。我怕你吃了酒精，然后这个会不会没有什么味道？就是因为那个比较有味道。哇，它真的是茶味道完哦，它是这个颜色，真的好硬。很硬，很硬。我不讲特别，很多人叫你叫他讲的巧克力，就是威士忌吗？一点点吧，它发酵了，虽然不会有酒味道。所以就是巧克力。有啊。有没？我一下去那舌头就直接有了。因为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。很够力，我真的味道，还是我对酒精敏感，我觉得好够力。很好吃啊！我们两个吃到饱。很好吃啊，它味道茶味蛮重一下，茶味奶味是一起来的。谢谢大家可以看到最后，我们其实后面也差不多就是去走走，吃东西，然后再回家。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影片。我跟那个人讲，我还要 order 多一个，他就讲，宝贝喜欢那个食物，我就讲，他一秒就吃完，他讲哇哦，来了吗？Thank you. 哦，烧烧的，宝贝，这是 seafood， 喂，真的是 seafood 的味道哎，你闻，是不是那种海边海鲜的味道？我可以吃，你吃看啦、啊，其实狗的东西都可以吃的，因为他们哎、欸，那个就不可以。对了，人家跟他抢。宝贝，爸爸吃可以吗？爸爸吃，你看耳朵一下一下，怎么这样慢去？哦。有没有烧？哦，烧。哎、欸，还好。还好。Oh no！ 妈的，我等这样久给我这种东西。Oh no！ 应该先吃这个，再吃牛。怎么呢？你不喜欢吃梨吗？嗯，你不喜欢吃梨，就好像不喜欢吃哈密瓜这样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吃木瓜。会不会选那一粒一粒？哦，它里面有东西挤出来了，你看，好像冰不是真的。咦，冰不是？快！选了，你手过去顶住。哦，Yes. Good, Baba, good. 不浪费 Good. Okay.好啦，好过刚才是很多了。走了喽，回来喽，出去。我们现在在等 check out， 因为现在有人，所以等一下先。然后他就坐这儿，那我们 check out 了，宝贝，等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价钱。回来。然
的毛都，看到它的毛就觉得，可是他们就想到冲凉就完蛋了。那边真的不能待，我一想到冲凉我就觉得好累哦。咋的呀？回家啦。他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他刚才是很兴奋啊，可能他睡过了，精神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走走吃吃，然后就回家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嘎巴星这边，虽然现在很晒，12点多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这个时间在这边走一下，因为我们要回去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不晒的时候才走。这个有没有很烧？地上你踩看。踩很久就会很烧，但是踩一下不会。锁门。他不要走龙沟，你看他过掉那个龙沟，他怕龙沟，怕水，什么都怕。爸爸你什么都怕哦。我以为水可以到上面这边。好大风啊，你要干嘛？哦，他不要靠近，他不要靠近，因为有水。怕到这样啊，看不了看不了，不要把它放这边吧。少很少，他怕很蓝哦，是吧？好好看哦，是冰城大桥啊，那一条应该是吧。是啊，是。那你？看吗？他在游泳。他在走这。在游泳。在石头。哦，这么小。我先去抓他。可以这样吗？这里。笑啊，不可以，太危险了。他好像鳄鱼这样。Baby 你知道吗？刚才 hotel 的人他看我们拿相机拍嘛，他问我是自己保存的嘞，还是有频道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哦，有频道了。然后他还问我们什么名字，然后他有要，所以就给他了。这里不可以放风筝、滑板鞋、摩托，还有小贩。不可小贩不可以摆摊。小贩。走吧，爸爸太晒了，走吧，妈咪也很痛，你更痛。我们就这样走一下，这边真的是傍晚来应该很好，应该很多人。这样我们先睡车喽，不要回哦。这个好像鲨鱼尾巴，有没有人懂这是干嘛用的？我想要来看这个船，所以我们走到后面来了。还是你想要去到那边？那边有什么？太远了。那边会有什么嘞？也看不到鱼啊。应该是到那里就是到不了的啦。嗯。哇，上面人家晒衣服这样子，一排耶！要这个肥肉，看掉。任意炫，大家炫。我想要，他不想要。他走得很努力耶！哎呀，我的脚好了，又来，这个拖鞋它会割到我。我们又来这里了，因为这里的环境太舒服了，所以就来多一次。因为是要回了嘛，现在要带他走一下。你看他屁股。噎死到了。炭鸡肉是你吗？炭鸡肉，你的衣服好像，你的刀呢？你的刀。哇，那个风！哇，爸爸换吹屁股啊！哇，屁股太热吗？你比这花茶有一点汽水的咯。看我单手开吗 ？OK， 不能。像那个草泥马，草泥马，你喝看。要哪说嘛？我怕你喝，因为它这个颜色我喝了不是喝白色。哦，是咯，要摇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他趴下了耶，他不洁癖耶，他没有遗传到他妈咪耶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会解渴吧。昨天我们叫大舅哥就会有一点，怎么？人家要送餐来了，旁边。汽水哦。哇，我们的小焖好漂亮哦，超级好吃。它的饭是那种一粒然后再切半的那种碎碎的，然后很香，它闻着就很香，它吃也很好吃。用柠檬饭的味道。柠檬饭呢？啊，海南锅饭。哦，黄梨饭的味道。哇，好大个，宝宝好乖呢。那个hotel人家很乖，没有吵。工作人员一动宝宝很肥，宝宝很肥呀、啊！现在我们到这里啊，我要去买阿蹦巴利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这里好多榴莲啊，榴莲味够香啊！啊，我的阿蹦。
把那手放了在这边，然后它对面呢就是这一个，这里有咖喱，有鸡，有鱼，好吃耶，很香啊，咖喱。中小讲这个葡萄也是很好吃，一个东西才2.5块而已，很嫩哦，而且料很足啊，里面的那个汤意外买到好吃的耶。当然我又买了很多回来，全部买了17.5块。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有几根派5块半，几根派很大，一根派这么大个，带拜拜了冰城。哇，那个天好美啊，天啊，好漂亮。这一次是我们最舒服最开心的旅行，后面这个有没有开心不知道了哈。爸爸 Let's go。 你还想 Let's go 啊？没有没有，睡觉睡觉。No， 等一下有时间带你 Let's go OK。 睡觉啊。从来没有就是不舍得到这样一个点，然后是不是很不舍得，床又好睡，然后又有一家人出来。你呢？环境就没有讲好了，遇到人事都没有讲好了，来到这里反而觉得为什么我不是生活在这里。耶，赛车，原本预计是5个小时会到，现在是6个小时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我们一定要经过 OPL 的赛车地段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哎呦，然后宝宝他已经进入他的睡眠乡啊，梦乡。OK， 现在7:30，我们现在挑战回家，现在还有8公里，我们挑战一下7:30，然后结束这个8公里用时多少分钟？哎，不是多少个小时，来体验一下塞车人的心情。不是没有心情表示记错吗？没有，要娱乐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呀、电话也不能玩啊，吃也没有吃，玩电话会头晕。没有睡觉我不安全。计时开始，刚才我们要过渡的时候，我们就slow下来，然后前面的车是因为有一辆迈锐，它突然出来，然后它就直接踩 brake 哦，好踩，那关键要反应够快，踩 brake 弯左边，那个声音很够力哦。那个玛雅已经弯到左边了啊，整个弯太快了，好在我的左边没有车，不然的话就是会撞到别人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到家了，所以才可以放心的脱秀。首先，大家安全最重要。我们刚才有一个挑战，所以现在是8:11到家。OK。7:33。啊，7:30。然后呢，现在让 Stephanie 示范一下刚才很帅的动作。我想要示范回去，我已经示范不到了。没有，刚才整个很歪哦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啊，我们顺着下去那个洞啊，我们就没有踩油啊，可能踩点的应该有60-40啊，不否认我们是蛮快一点的啦。但是因为我们是以我们要去那个前面的洞的标准的速度，所以是正常啊，只是突然间杀出一个程咬金，所以每个人要变成零。对，程咬金，哎呀，用词好深。然后它其实就在我这里的右手边。就是他车一半是不是？嗯，所以我是闪他半辆车过来再回去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铬粉。他的车是黑色的，完美了。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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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有的话，这个不是风险，这里不是风险，一点都没有，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哦。代表他也没有事情，我没有弄到他。不是不是，他不懂有没有撞到前面，只是他后面没有事情。前面那个车还是继续走，你知道吗？我经过的车车继续走，所以它不可能撞。我已经撞到它的话，那个白色是保护车。我已经反应不过来，我下午驾到几点了、啊，然后才换你。哎呦，你也是驾很久啊，因为塞车啊，塞到很够力啊。我们已经驾一半一半的时间，然后我现在鞋都穿到反了，怎么鼓的？看一下，下雨啊。Good girl, good girl, let's go inside.嗅到香的味道就是什么安心的味道，感觉他没有走够啊，我们出来他就要出来耶，我累啊，他就特别精神哦，因为他睡够了吗？严重啊，我们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多的，这样整理我也不会哦，所以我们安全到家，所以
这个影片就告一段落啦，拜拜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谢谢支持到最后的人，再见。不一样了。为什么是木材呢？为什么不是石头？感觉有点点陌生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结婚照？为什么？是不是这窗口一开就是一个厕所？但是感觉笑了我们。